好，这边感谢观众帮我们提供了梅里奥达斯要来打我们的五月挑战任务 LB9。好，第一关光暗强化哈，一进关就遇到 CD1。啊，不过梅里奥达斯这边还是带着走哈，毕竟还算是魔族的 T1 啦，虽然变身前伤害有点堪忧哈，但是这边第一关血都不多，就插在技能比较机车而已哦，就直接这样带走了。好，来第二关这边五鼠强直接撸过去，先让它变成强化来解除这个隐藏围城哈，隐藏围城是第一关的二血造成的。好，那这边梅里奥达斯不会死哦，就可以慢慢去跟它对磨了。那五鼠强的话，靠着梅里奥达斯的队伍技可以撸过去，直接变成强化猪，所以不会有太大压力。这边的问题就在于你要怎么回血而已。不过也不用担心啦，因为梅里奥达斯的队伍回复 OK 哦，那再加上说暗星都有回血的功能，所以还好。那要注意那个新猪锁定要消到哦。好，这边插了水哦，有点可惜。不过应该是想要洗技能啊。好，那他这边带的队伍是比较有一点点啊，拉普跟巴利都变成他的，拉普跟巴利都变成他的哎，梅里奥达斯的奴仆了，好不好？都变成队员命了。好，来这边第二关，现在五鼠强都有要带走了吗？好，有哦，这边五鼠强都转到了，好，但是还没带走，不过已经可以变身了，看这边有没有要直接变身下去。反正等下都会有那个超级技能重置哦。好，这边又再一次的五鼠强都有了。好，直接开萨斯姆哦。好，因为有转珠被减秒的关系啦，所以比较难好好的去转珠。好，这边五鼠强一直卡一个，有点可惜啊。好 ，OK， 这边有转到了，哎，但是还是没带走哈。哎，五鼠强又卡，哎，其实我觉得官方这个也蛮恶意的啊，各种卡猪哎，五鼠强偏偏你就是怎么凑都凑不到五鼠，大家应该也有过这种类似的经验啊，好不容易有五鼠，然后又因为转猪秒数太短，然后就是没有办法转到五鼠啊，有啦，这边有了哈，这样子还是没带走哦。这一关比较花时间吼，哎，这边水珠又差了一点点，哇，他刚水珠如果拉上去，天降下来就有消到了，可惜。啊，因为这个转珠减99秒啦，是因为看人家在转，你会觉得很简单，你实际在转，你就会发现，哇，有五鼠要全部撸到变强化也很难呢。好，来，接着这边是红绿灯，然后死掉会把你隐藏围城。好，这边先开一次全反击。好，这样直接反击过去了。来，接着巴康不能消到光珠。好，这边直接开巴利跟拉普的组合技哈。啊，然后拉普再把光炸掉。好，也顺便把那个负面 buff 挤掉了。好，那巴康对梅里奥达斯来说也不用担心啦，他本身就有加康的效果哈。转五康就加到，哎，转六加到九，哦，五加到八。啊，这边直接先那个一回合偷过去。好，这边是不能消火，然后强化无效哦。这边可能就是要比较吃那个间距珠子的状况了哈。好，对，那这边还不打算开那个梅里奥达斯的变身。好，还有留两颗星下来要回血的。好，这边直接开拉普回满血。好，这个火珠有点多齁，现在看叠不叠得起来，应该是可以啦。好，还有消到火珠，赶快开龙克哦。梅里奥达斯武装龙克有一回的延迟效果啊。好，这一边还是没有决定要变身哦，应该等一下有他的想法啦。好，这边直接开拉普炸暗星，炸暗掉星。好，这边直接叠。好，靠间距的珠子来打伤害还是不够。
等于没变身那个伤害真的是差很多齁。好，这边直接开反击消火了。OK， 好，来再来二血这边七康火焰地。好，四加到六，五加到八，六加到九齁。好，这边直接带走，没问题。来，超级技能重置齁，不能手消到暗珠。然后他还会物化一行给你。好，这边其实只要注意不要消暗就好，这个团长的血量很够齁。好，这边暗珠要去叠，这边其实基本上就是把被消掉的技能再洗回来这样子。好，专注在回血齁。好，这边技能回的差不多了，就差梅里奥达斯还有巴利。好，这边开萨斯姆下去。好，按住一个碟。 OK， 好，这边带走齁。来，接着这边哇，突击你。好，这边终于变身下去了，转一个十字的光出来啦。对，然后它会风化，不能手消光。好，这边靠着反击直接 A 过去没问题齁。可是还是有一排光出来。好，接着这边是冻结围城。好，这边先开一只梅里奥达斯，然后回血。 OK， 好，这边版面要开巴力下去吗？可以把版面移除掉。好，先开反击。好，有一颗被冻结住了。好，这边拉普齁，直接把珠子移除掉。好，带走没问题。好，接着15颗水。好，这边血量其实是够挨的啦，它是因为被烧一下才有骷髅头。好，那要用龙克来滤水出来了。好，还差十颗齁。好，你有累积到的话，它是不会攻击你的，它就会在 CD1 的时候就是打你，然后再重新算15颗这样。好，这边带走没问题。好，来第七关。实话齁，这边也是很麻烦的五只灵魂石。手消全按。好，这边直接开巴力的固定版面了。好，带走右边四只。右边三只啊。好，那这边撸过去把问号解掉。好，这一招手消全火，可是他会把火骗你骗成木齁。好，你去点木就看水灵魂石的反应，箭头往上就表示那颗是真的木，往下就表示那颗是火珠齁。好，这边是真的很难找，这边用什么队伍来说都很难找。其实这边还有一个方法啦，就是直接开拉普引爆木掉火也 OK。
好，这边要直接转了吗？很难找，因为有一颗好像刚好在风化的那边哦，右半边的风化有点不好处理。好，这边要怎么出招嘞？应该快要找出来了吧？水珠、木珠，其实他这边应该不能全消啦，因为你光是看那个右半边第四直行的木珠吼，那边要转过去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了，因为上下各一颗风化，然后再来就是隔不到两个位置，右边又一颗水珠被风化，所以这一回合要全消应该是有点难呐、啊。不是说不可能，但就是要花一点时间去揣摩。哦、他真的全部消到了哈、哦，厉害，高手高手。好，这边再去撞一次风化，来这边隐身的开反击哈、哦。这边浮石被风化越来越多了，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好，他这一个撞，好，这样血剩下一滴，要直接转吗？没有要开任何招式哈。好，带走没问题，打了50亿哈。来，王冠不能消到星，然后弱转无效。啊，这边就是直接一个基本叠了。好，直接带走。来，接着满板盾哈，这边应该就是交给巴利跟拉普的组合技了吧？然后剩下看要怎么出招这样子。哎，他要找浮石吗？应该是不用啦。啊，开反击要找浮石哎，好吧，那就是最后要吹一波更大的。好，那感谢观众帮我们提供这个拉普哎，不是拉普啦，梅里奥达斯通关哈，来给大家做参考。五月挑战任务 LV9，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会啦，拜拜。